但吸血鬼没人用吗？吸血鬼比较狠吧，来把吸血鬼，无限火力吸血鬼，谁知道带什么天赋？电刑吗？收割吧。收割。赏金。行，就这么带吧。收割，这边儿，这边凑合地儿吧。其实无限火力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带虚弱厉害点儿。来把熏子缸，什么？吸血鬼出熏子缸啊？不对吧？谢谢蓝莲汉二哥的超级跑车，我就中单了。猴子可以虐拳呢，操，他怎么升那么快呢？
这跑挺快呀，老猴。我有血池，这回家堵扣吧，不堵扣伤害有点低。哎呦！怎么是塔杀呢？哎，这。给到了，好了，老猴，这我疾跑一开。不行，他把嘴跟不上，算了，拉倒吧。太快了，这技能。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不嘶哈嘶哈？这不嘶哈吗？这。哟、哎，老猴啊，法穿血吧，坏了，这猴推塔老快了。那我出个啥呢？一会儿再说吧。打的不是大轮毒吧？无限火力啊。这老头挺烦人的，这老头给我无限减速呗。帽子行，直接憋个帽子。你这老猴不讲武德呀，怎么还得赶他的呢？哎呦我操！
哎，这么猛，他完了，有点猛啊。看来还得来个钉。好嘞，好，这他妈谁也打不过，操这吸血鬼。85115。牛，确实是很难打呀。不是很能打得过呀。得升升级，得等等级提一提。W 不太高等级。W 复议，我得先去升升级，先把等级提一提。知道哎，我玩的我的号，快跑，直接跑，不多逼逼，再见，那没完没了，我操，就一直追，你说这能跑不过呀，哥，我的天哪！可以，兄弟们，看来我们家人开始抱团了，我也要抱个团了，走！操，怎么这么多血没有了呢？拆塔。快跑，小绿人！
我可跑了啊！这五阶大师啊，这五阶大师我可跑不过他，我得赶紧跑。我是废物。这没法上啊，嗯，快跑！这维恩根本也活不下来呀。结束。能升级吗？不行，加了200点经验，200点经验，我们还得打一把，完了还得打一把，还得打一把，还得打一把，还得打，那不行，晚上再说吧。随便打什么都行，那是啥呀？那个是代币，我差60个代币可以买个皮肤。哇，帅！有一种皇帝进场的感觉啊，有没有？截张图，截张图发给我老婆。真帅啊！哇，这不往这往一冲一冲，我都接受不了。嘿嘿，可以，可以试试。来吧，洛克萨，什么虚空掠夺者？欢迎来到英雄。OK。又是虚空掠夺者，这不得往前顶一顶。我这张桌子真的塌了，给我的感觉。啊，我抽个喜糖，那我等一下，我这我来。听说 VIP 送的礼物跟我们不一样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不是不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先欠着。哎，谁在挂机啊？哎，完了，这种。他真挂机，这一闪，啊！这怎么在挂机啊？全军出击！哎，慢慢来。OK， 不着急。我以后怎么亏屏啊？对啊，我操，他妈的，怎么亏猴哥？亏不了了，算了。以后你来你就只能被我发现，哼，来就是逮到，哎，帮忙打一下呀，这边还是挂甲打呀，先打嘛，逮到，除非你来个公爵，啊，对，我开个公爵，直接一个隐身，
想了一下，不给猴哥开个公爵吧，这样我隐身，别人不知道我不过去。那不用，那不用，看自己的需求啊，不要太强迫自己。OK， 我相当没需求啊。这么卡平 A 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怎么这么卡平 A 呀？我通了 W， 我真服了。我破了。我也破了，我也破了，我也破了。我要封盘去了。我也破了，我直接破大房，所以这波我塔下我要杀他了。你千珏是不是以为这个印记能吓倒我？对，你确实吓倒我了。这种千珏也能杀我？先刷会儿野，花眼的脚皮。OK， 感觉我好像刚睡醒。这个、上路是不是很不好杀？说实话，状态不太好，好不好杀？反正不难打。钢铁哥有点迷糊，你先说，我们找找状态，不急。我也是，不急，找找状态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点钟开播的。OK， 我也一点钟开播的。你不是一般三点播吗？还是两点播？对，两点。怎么变早了？嗯，一点播吗？没有问题。是吗？是一点吗？1:10。哎，跟一点也差不多。一般你出去跟人讲，人家说你啥点来的，那你会说，哎，我1:10来的。这会这么说吗？这肯定不会，对不对？你肯定说，哎，1:00来的，1点来的。我这把要找我的思路和状态，我整体的想法出现了一点偏差，我感觉。这把确实不是那么很好办啊！千珏想打河蟹，哎，没打河蟹，他上哪去了？难道去我们家野区了？咦，坏了，水手皮族。保持警惕，给你吧。他这里有颗真眼。哎呀！完了。这把啊，建议啊，可以多去下路，下路好抓。OK， 下路肯定打。没事，这波应该……哎，我为什么200多延迟啊？我31。Steam 好像在下东西。这没死吗？妈的，一滴血！
完了卡飞了，操，怎么把疾跑给用了，死了，完了，我现在打不打，这都不死吗？哎，流死呀，死在我手里吧，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逃跑路线。这也太卡了，我知道问题在哪，问题在于我他喵的没有青梅绿茶。来一瓶，来一瓶青梅绿茶。这也太卡了。嗯，是不是你小子在更新？没有啊，这怎么会这么卡呢？什么东西在下载呀？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我可能要重上一下。彻底失去打野控制权。出一条血路，先决在下半段。对，我收个峡谷啊。四个人都来了，不好打。这个千珏有点大。对，这个阿木木有大，我得赶紧冲上一下了，这太卡了，这妈的怎么了，桌子不好啊，这样对桌子不太好。我的目标很明确。老子一撞墙呢，说是。我重上一下游戏，不行，太卡了，这是卡死我了都。刷野吧，刷野吧，刷野吧，我。我刷你的那个，怎么好像还是卡呀？谁在下载东西呀？啊，不是我媳妇儿，什么东西在下载呀？好卡！完了，这么打吧呢？没办法了。哎，千珏，我打不过他，兄弟，等级太低了。
我打得过。想跑？多少钱？能定到吗？定，能定到，能定到。减速，减速，拉回来。没事，中路没到。虽然他卡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可以领先延迟一秒钟来释放技能，明白没？明白了，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了。明白了 ，OK。我直接把这整个都给他关了。不放弃，不抛弃。我直接整个重上一遍。你重上。OK， 这 V game 没关系，跟人家 V game 有啥关系？别老啥都赖 V game。好了 ，OK OK，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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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须得重上客户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完全没问题，我要开杀了。谁打电话？喂，我不太好。哎，这是为啥呀？这他妈仙侠手游的客服，我新建奇缘，我用你给我仙侠手游。他为什么在这挂机啊？嗯，他这挂机 ADC 死了，完了他还在挂机，完了他要死了。杀出一条血路。我一个玩《新剑奇缘》的人，我用你给我推荐仙侠手游，瞧不起谁呢？谢谢大哥三妹一二比的钻石粉丝儿。能打过不？打不过我来！哇哦 ，nice！ 随手逼出中路可以杀，跟我来！来，你上我下，他跑不了，他肯定往下边跑。人呢？往下边跑了，往下边跑了，往下边走了，下边走，对面下边俩打不过撤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没队友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嗯，那算了，这下路好像有点问题，下路这俩人怎么挂机啊？有人挂机了。Yes， 有人挂机了。感谢金星0085想挨揍送来的潘多拉魔盒百年。六六六六六六。不会投降的你就出来打吧。来，峡谷拿了。跟他说一句我换人了，他才打。峡谷拿了。没有杀我可杀不了啊！啊木木，不行啊，你得走。他这个 Q 怎么这么快啊？刚 Q 完又一个 Q， 你得走。闪现开大招。阿木没大，哎呀，很难受啊！我们没有队友，
原始控。他这个 CD 也太快了吧，扎木木。先扣啊，好像确实应该先扣哈，他应该是主扣的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能怎么老能点着这个？一整左下角给我蹦出来一个。我操！老子以为里面是个野怪，他喵的是个阿嬷嬷。难打。完了，这午饭时间就不该玩糖了。说实话，让他们吃饱了，说是。乖乖，都没行。我们这三个人打五个人，确实很难打呀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这把我辜负了大家。下一把，没办法。这把我辜负了大家的信任，问题很大。不行，玩这种英雄带不动。退了一个，退了一个，真没办法。把这个给他举报了。退了一个。